其實傳教士可以用很多種方式來表達的，不由於今年的教區叫做司讀聖召年，如果說司讀最能夠表達是什麼呢？彌撒聖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來去表達。今年呢，我們說是司讀聖召年，就以這個聖維雅納這位神父作為所有神父的主保，向他學習的。而這個的聖維雅納這位神父其實都是一個很偉大的復傳者，他所了解或者為我們所明白，他所謂復傳是要進入耶穌的聖心，以耶穌基督的愛和悲憫來去生活，這是一個最好的復傳。所以不只是做一些活動，而是回到信仰的核心。所以當我們用一個靈實方式來去表達的話，其實是要再次經驗耶穌的愛。所以無論整個禮儀的過程、讀經、湯主教的講道方面，一一地表達耶穌那份的愛。正因為有這份的愛，所以當我們用行動來表達，更加有基礎和有意思。所以當然其他方式都可以，不過那些和靈實是沒得比的。其實一個最好的方式，能夠使到我們再經驗基督的份愛，從這份愛流露出來的份的愛德的行動。我相信我們天主教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個大公的，一個團體的，一個大家庭的。不過隨著平時講啫，但點樣能夠感受到呢？藉著啲大型的活動呢，就使到啲神父呢、教友甚至慕道者能夠經驗，特別為亞洲人嚟講，嗰個經驗好緊要嘅。咁我相信當日裏邊嚟講咧，為啲神父咧好大嘅感動啊！因為實上咧，特別當大家喺湯主教面前再次重新宣發呢個聖職嘅承諾，跟住負責拎上啲祭品，而大家彼此互相穿上嗰、那個簡單嘅動作，流露呢個弟兄情啊，同埋睇到大家係需要團結共融嘅。咁而呢個流露咧，使到啲教友覺得都好觸動，咁自然啲教友全場鼓掌啊，好耐啊，咁就對啲神父一個好大嘅打氣嘅。嗱，譬如話完咗嗰個之後咧，好多神父感覺到好似有重新得翻力量啊，咁變咗喺佢自己崗位上邊咪做工作咯，或者啲教友一樣係咁啦，或者啲慕道者一樣啊，感覺到啊，我要再認識呢個耶穌基督係邊一個，所以我哋唔單止係做緊一啲外在嘅行動。復傳最重要入翻我哋內心深處，同耶穌一個更親密嘅關係，所以唔同一般所講係復傳唔同講法嘅，一定要翻翻信仰嘅基礎先，由耶穌嘅愛推動我哋同佢一齊做佢嘅工作。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我们今日共聚一堂庆祝传教节，重申我们大家传扬福音的使命。正如今日的主题圣保禄中途所讲的，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哦！传扬福音是出于基督爱情的催迫，尤其是施铎圣召。正如施铎主保圣维瓦纳所说，施铎即就是耶稣心里流溢出来的爱。公读厄则克尔先知书，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我派你作以色列家族的首位，当你由我口中听到圣保禄的信息。Beloved, I remind you to stir into flame the gift of God that you have through the imposition of my hands. For God读圣马窦福音。主，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Your verse is abundant, but the laborers are few. So.Ask the master of the harvest to send out laborers for his harvest. Then he summoned his 12 disciples and gave them authority over unclean spirits to drive them out and to cure every disease and every illness. 上主的话。敬爱的神父弟兄、执事、修士、修女，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正当去年保世教会庆祝施铎年，以及本教区庆祝施铎圣召年之际，我们都由于某些神职人士在整个大教会，甚至亦在我们的教区之内所發生的性醜聞事件而感到羞愧，我們不覺會問，為何偏偏就在這個時期發生這類事情呢？我的答覆是，這個固然是出於人性的軟弱，但我們必須更熱切祈求天主加强仰赖佢嘅仁慈辅助，亦需要我哋嘅教友鼎力支持，使教会透过呢场考验得以净化。我哋深信，暴风雨过后，神父们必将变得更全心、更真诚咁样热爱天主，亦将会更彻底咁奉献自己嘅生命服务天主子民。对专责小组悉心筹划今日下昼的礼仪，
我僅向他們致以衷心的謝意。今日的彌撒以紀念施度主保聖維瓦納為主題，使我想起當今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去年六月十六日所頒發有關宣布施度年開始的信。信內教宗特別指出，聖維瓦納的聖潔生活和熱誠服務，對聖維瓦納來說，度職就是耶穌聖心流溢出來的愛。當年青的維瓦納神父抵達亞爾斯小鎮之時，他就選擇以聖堂為家，在天亮前就進入聖堂逗留，直至黃昏三鐘經後才離開。他引領每一位教友在主內共融合一，正如羅馬書所說的，論兄弟之愛要彼此相親相愛，論尊敬要彼此爭先。聖維瓦納時時都著重以身作則教導教友，他透過自己的榜樣使教友學會祈禱，亦時時朝拜聖體櫃裡頭的耶穌。他深信度職生涯的熱誠得以延展，實在有賴於舉行彌撒聖祭，將個人身份和十字架祭獻連結一起，促使他從祭台走向告解庭。從聖維瓦納身上，我們可以學到對修和聖事持有一份歷久不衰的信心，重新將它視為我們牧民關懷的核心點。雖然聖維瓦納為建設堂區團體曾作出了咁多咁大的貢獻，但他仍然十分謙虛，感到自己做得不足夠，所以他曾嘗試靜悄悄地離開自己的堂區。結果當教友一旦發現，就立即將教堂包圍，央求他繼續留下。今日我們亦可以在我們的教區之內找到很多很多咁謙虛和勤勞的神父，他們亦備受堂區教友們的愛戴。此時此刻，我們亦記起教宗在今年六月十一日舉行施度年結束彌撒中的講道。在講道中，教宗指出天主建立度職實在足以顯示天主的膽識，天主很有膽識地將我們一群貧乏的人安置在人群中，代表眾人行事。因此度職不是只是一份職務，而是一件聖事。天主深信他的施度在他的助佑下有能力履行這項聖事性的召叫。講道之後，我們的教宗邀請所有神父重宣施度許諾，我亦都將會採用同樣的問題詢問在場度兄度弟，請他們回答願意。這些嚴肅的問題和回答值得公開表明，敬愛的度兄度弟成為一位神父既是美妙的，亦要面對很多挑戰。因蒙上主福佑，我們香港教區擁有很多忠信善良的神父，而且絕大多數的神父都充滿從耶穌聖心所流溢出來的愛。我衷心多謝你們，絕對信任你們。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十分多謝你們撥勇前來參加今日的傳教節慶典。傳揚福音是我們教區的首要任務，我們的教區是全球最大的華人教區，擁有35萬多華籍教友，
以及超過十二萬外籍教友，我哋以身為其中一份子而深感榮幸。教區由五十一個堂區、274所學校以及廣及各階層的社會服務所組成，而這三方面在福傳事工上都非常活躍。我很高興見到很多教友修讀神學、聖經和教理課程。我們的教區目前有1600位教友擔當義務傳道員和主日學導師，亦有1200位送聖體員，而醫院牧靈和探訪監獄的神職人士以及教友亦做得十分出色。我們正在不斷強化學校的牧民工作，老師陪伴著學生成長，使他們獲得全人發展。至於各式各類的社會服務，則以明愛服務最為顯著，他特別關心弱勢社群。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我們本住教會之內無外方人的原則，視所有外籍兄弟姊妹為一家人。在超過十二萬外籍人士教友中，菲律賓的兄弟姊妹佔大多數，他們之中很多不但擔當家庭傭工，亦是福傳者。我曾經聽聞有一位男童獲父母邀請赴上海參觀世博，但是他婉拒了。問他為什麼婉拒之時，男童說他更加喜歡留在香港，以便跟隨菲傭去參加主日彌撒。這位菲律賓姊妹給我們樹立了福傳好表揚。最近透過一位修女的熱心推介和本港聖雲仙會的愛心回應，一位北京離婚孕婦不但能夠抵港獲得醫院的醫療，而且她的雙胞胎亦順利誕生。在那位修女陪伴她和兩位新生嬰兒乘火車回北京前，這位媽媽送給我一張謝卡，並且寫上這幾句感人的說話：當宿命謀面的你們幫助我結清帳單之時，我看見了神向我伸出慈愛大能的手，感謝你們在耶穌裡的慈愛之心。我不認識你們，但我知道我們是一家人。感謝讚美主，祂幫助我們把握這個復傳的契機。今年八月，馬尼拉旅遊車挾持香港人質慘劇，造成八死七傷，受害者之中梁氏一家是天主教徒。梁太最近寫信感謝教區和堂區為傷亡者和家人獻祭，表達關懷支持，但我反而回信對她這樣說：我們應該多謝她全家，因為他們活出了香港人引以為傲的高尚情操。尤其是梁太本人，在喪失了丈夫和兩位女兒之後，又在朝夕期待她的兒子Jason 康復的焦慮中，仍然能夠充分有力見證我們的天主教信仰，為我們樹立善表。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我約請你們每位教友多為在本教區服務的神職人士祈禱，務使他們不致氣餒。我亦深信你們必會繼續鼓勵你們的神父、執事、修士和修女，和他們齊心協力，共同推進牧民與福傳的事工。就讓我們齊步邁進即將展開的教友年，
使之石果丰收。亲爱的司铎弟兄，在司铎圣召年的传教节，大家都为你们祈祷，支持你们，亦请问你们是否愿意重申你们进铎时在主教和天主子民面前所作出的圣职许诺。我愿意。你们是否愿意努力效法基督，我们司祭职的来源和典范，并日益肖似祂，又因为基督爱情的驱使不断弃绝自我，并在教会内善尽铎职呢？我愿意。你们是否愿意忠诚地为天主子民施行圣事，尤其是感恩圣祭和忏悔圣事，并善尽圣言之职，帮助教友领悟带来救恩的圣言呢？我愿意。你们是否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既是我们的元首和善目，就让祂教导我们，不求己益，但求以祂的爱为兄弟姊妹服务呢？我愿意。尊敬的主教和各位神父，我们衷心支持你们，感谢你们，并为你们祈祷。我们现在献上祭衣，请主教祝福。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应受赞美，你立了你的唯一圣子为新约最高和永恒的司祭，你又人群中选派圣职人员作为你奥职的分司者，恳求你降福这些祭衣，愿穿着这些祭衣的圣职人员兢兢业业，以圣善的生活来侍奉你，并为你的子民服务。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祈祷。Jesus.
各位教友，在司铎圣召年的传教节，你们既然衷心支持了你们的司铎，我亦请你们宣认信仰，并许诺同你们的司铎一起履行复传的使命。你们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天主圣父吗？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你们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吗？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尊敬的主教，我们请你祝福这些福音书作为辅传的标记，让我们在堂区宣读，以激励我们以言以行以生活传扬福音。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应受赞美，你派遣你的圣子永生的圣言教化万民，他又嘱咐门徒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使信而受洗者获得永生。求你降福这些福音书，使在各堂区宣读，一如你圣子亲临教导万民，使听者归依，信者能以生活作美好的见证，聚集万民同归一赞，善道丰盛的生命。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为此，至圣的父，我们纪念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你带领他通过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到达复活的光荣，使他坐在你的右边。天父，直到救主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不断宣示你爱的工程，向你献上这生命之粮和祝谢之杯，求你垂视你教会的献礼，基督的逾越牺牲，使我们在分享你圣子的体血之后，借着你爱情之神的德能，成为你圣子的肢体，从现在直到永远。全能的圣父，求你使我们因参与这奥迹，以获得你圣神的生命力，好能相似你的圣子基督。也求你使我们与教宗本督，我们的主教汤翰，我你卑微的仆人，所有主教、司铎、执事，我你的全体神圣子民，共用团结，勇于接受福音的挑战，坚守信德，明辨时代正兆，了解他人的需要，分担众人的焦虑和不幸、喜乐和希望，好似我们能忠信地将救恩的喜讯传播给他们，并与他们一起万享天国。上主，求你垂顾在基督内安眠的兄弟姊妹，以及所有去世的人，他们的信德只有你知道。仁慈的父，求你引领他们进入圆满的复活，使他们得见你光辉的圣容。上主，在我们结束这现世旅途之后，求你接纳我们天进入与你永远生活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将联同天主之母、同贞明福、玛利亚、全体宗徒和殉道者，以及所有圣人圣女，永远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光荣你、赞美你。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归于你，直到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一起颂赞。
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大家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向你四周围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2010年新教友领洗的片段。Thank you.
各位教友，我哋刚才好开心回顾咗今年复活节新教友领洗嘅片段，激发起我哋嘅感恩之心。因为天主今年赐予俾我哋教区3000多位新嘅成年教友，就好似昔日喺圣神降临节当日一样，教友是天主的子民，是福传的使者。教区已经宣布明年2011年为教友年，教友年的主题为来跟随我。我们每一个教友都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副题是召叫、共用和使命。领洗入教、被召叫成圣，是我们每一位教友的福分，在教会团体之内学习彼此分担、分享、共负责任，建设一个信望爱的信仰团体，一个属于主基督的共融团体。而这个团体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有不同的使命。教友年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就让我们珍惜天恩，在汤主教的牧养和领导底下，大家精诚团结，共同努力传扬福音，拓展天国。现在请汤主教为本年度的新教友讲几句说话。各位新教友，是天主的恩宠，使你们借着洗礼成为天主的子女。这个就是胡枢机时时所讲的，是一份福分，而且亦如同陈枢机时时以行动所强调的，是一份正义与仁爱的见证。我更觉得你们既是教友，就是整个天主子民的一员，亦是传播福音的使者。正如保禄中途所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你们在不同岗位中向人介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们应该感觉到自己是有福的，而且亦必要提醒自己以身作则，去为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作见证，这样使听者确信，使见者动心，你们自己亦会渐渐被你们所宣讲的福音所同化，成为福音的传人。现在我要亲自将福音书交给你们新教友代表，派遣你们传扬福音。你们将这本福音书带回去堂区，在堂区团体中宣讲，使福音圣化你们的生活，并激励你们在生活中传扬福音。
各位舞蹈者。多謝你哋，亦多謝你哋嘅導師，陪同你哋一齊嚟參加今日嘅傳教節慶典。我哋特別向你哋致意，天主既然邀請你哋嚟慕道，今日你哋又可以親身體驗到天主嘅教會係至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下嚟嘅。你哋既然已經見到將來要獲得的福氣，就要決心追隨基督，死於罪惡，與教會大家庭一起善造天主子女的生活。各位慕道者，我們為你們祈禱和祝福，願天主在你們身上顯出祂的大能，幫助你們在平安中邁向成為教友的幸福生活。天主保佑你們。各位請起立，第13節。我邀請陳書記同我一起祝福你們同埋你們的親友。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的降福臨於你們，並永遠存留在你們當中。傳播福音者的腳步是幾咁美麗啊！讓我哋在各自的崗位上邊廣傳福音，尼撒禮城。
1786年，斯铎主堡圣维瓦纳在法国里昂附近出世。15岁时，维瓦纳已立志要成为神父。由于家庭压力、社会动荡以及他学习能力上的困难，最后有了一位富有圣德的神父的大力协助，才可以在29岁那年成为斯铎。晋铎后，维瓦纳被派往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阿尔斯出任堂区主任斯铎。当时阿尔斯约有200名居民，大部分是贫穷、教育程度低的农夫，对信仰极为冷淡。维瓦纳出任主任斯铎42年，以宣讲、克己、祈祷和爱德，奇妙地使这个堂区复兴，教友都变得热心起来。维瓦纳一生不断透过祈祷、悔罪，寻求与基督共融，他热切为前来悔罪的人祈祷做保赎，各方信众蜂拥而至，听他讲道并寻求指引。约翰圣维瓦纳于1859年安世，教宗庇护11世册封他为圣人，立他为堂区主任斯铎主保。圣约翰维瓦纳留下名句，铎迹就是耶稣圣心流溢出来的爱。